妈。何位？你刚刚叫什么？妈妈。昨晚是这五年以来小宝第一次开口讲话。如果是戏言，就亲口告诉小宝说你不是他妈。说就说，反正我也不是小宝亲生的。以前是谣言，但现在不是。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小宝的妈妈了。不是，还有啊，小宝妈妈的妈妈，这可是小宝亲手为你准备的。这孩子是个哑巴吧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看把我儿子摔的。你赶紧把他妈给我叫过来。哎，你站住，你赶紧把他妈给我喊过来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他妈必须给我儿子道歉，听到没有？小的一点家教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他妈。你就是他妈妈？你家孩子不懂礼貌，还不让人帮着教了？我跟我家孩子说过，对于不讲礼貌的人不用讲礼貌。你请你记点口，别好好的孩子被你给教坏了。还有，这里是医院，是儿童互动中心，请你注意素质。看来啊，有人想当贺太太想疯了，来这出风头，成了一个六岁的小孩，人家认你这个妈妈。是啊，学姐，你这未免也有点操之过急了。小宝，你放心，有妈妈在。妈咪。